史努比的手作时间，今天要做29番小号盘，搭着巴士去参加夏令营的，那我们就开始咯。哇哦，真的是校车耶，还有露西。首先把底板拿出来，灰色这边要朝自己，背板，这个花纹要朝上，然后跟左边跟右边的墙壁，这个是左边的，这个是右边的，这里呢是校车，然后面还有这一片。是这样，那还有一个脚踏垫，凸起的地方，要靠外，这样，还有个轮胎，哎呦，再把东西放上去，它动在哪？哎呀，这样吗？这样。好的耶，29号刊就这样。那这里会垫掉。好，那我们来看30号刊哦。30号刊要做，感觉是会有手工纸雕哎，看一下，真的。那就要开始割咯。Thank you.
OK， 只耗时15分钟，就要把它们踢一踢啦。接着呢，要把这些山啊放上去，山啊树的这个，现在就要给拆了。起来是捞鱼网啊，最后再把它放上来，大功告成，耶、超级可爱的。
就是二十九、三十号坎是夏令营的，他们应该是已经结束了，所以要回程上巴士。那九三十也蛮简单的哟。好了，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咯，喜欢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拜拜啊！还要开启小铃铛，拜拜。